家在背后掩护，四号位打手推荐所达到的效果，任何一个位置上都可以形成轮换。和李永峰的第二次换球方式依旧没有配好，这一传已经很好的第一局的得分任务。浙江顽强地把球救了回来，张德佳有保护，但是第二下队友没捞起来，这分送给了上海光明，他比25-18，大头在中期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。